啊，我叫简文荣，是一名乡村医生。我和父亲、弟弟52年来竭力为村里的村民看病出诊，看病10万人次，只为了20辆自行车摩托车。现在基本工作就是平时啊，干一些乡村医生常见的一些常见病啊，发烧啊，还有疼痛啊、腰痛，还有关节痛啊这种啊，搞理疗、拔罐这种，搞中医治疗。主要是那个老年人比较多一点，给他们用了中医，还有个刮痧啊，教他们一些冷敷啊这种啊，教他们一些。自己解决了一些对热啊、对烧啊，急诊出诊的也是经常有的，有的那种疼痛啊来不了啊，后面我们持一个或者电车去帮他们上门服务。2003和2003加回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那里当时啊交通也是比较落后，而且生活条件也比较差了，就是持自行车啊，是啊，上门铺。有天晚上不就出去出诊嘛，问路，那时候我们那个路还是就坑坑洼洼的，还是泥路啊，反正这种很滑的。他们摩托车翻来，被那个摩托车的排气管啊荡伤这个脚啊。后面回来的时候，可能是那个摩托车啊，就什么打都打不响了。那个时候离家还要3-4里吧，后面不就慢慢把它推回来。因为当时啊，看见了父亲和弟弟工作比较劳累，因为我们江南村有4000多人嘛。当时啊，他们晚上出诊啊，两个人都忙不过来，有时候真的力不从心哦。2003年本来一直跟他们两个一起啊，为我们江南村的村民服务。我哥哥2000年是一名代课老师，放弃了代课老师的工作，自费读展去柳州市卫校学习3年，后来也回来参加我们的队伍，一起为人民服务。我们江南是要14个志愿者嘛，我弟弟就现在一个管这个村段，哪个忙一点的都也互相关照，互相帮助啊！现在10几个人，我们每家几乎每家嘛，每户都到过了，可以为他们村民服务啊，所以他们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我们。也没有后悔，因为一直到现在。今非昔比吧，现在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。我这个卫生室呢也改变了，上面国家也配套了蛮多那种先进的，比如说电子仪啊，还有电针啊，还有治疗床啊，实现了我们乡村医生的一种常见病的治疗。不管到下多大雨或者狂风暴雨，我们都。现在可以开车去了，都感到非常高兴的，因为我们经常去卫生院学习啊，要到县里面去学习啊。做到老都干，做到哪一年就算一年，反正一定要顶出去。如果到那里代销啊，干不了啊，反看了那个自己的子女啊，如果到还顶出来，那就带去学习，跟我们的愿望。